一袭僧袍，一张慈祥微笑的脸庞，明亮的双眼炯炯有神，经常合十的双掌，稳健轻盈的步伐，精神奕奕。他就是为了弘扬佛陀教育，不疲不厌，四处讲经说法而习不暇暖的净空法师。净空法师生于1927年，中国安徽庐江，俗名徐业宏。1947年到台湾，先后追随一代哲学家方东美教授、藏传高僧张家大师以及佛学家李炳南居士。法师于1959年在台北圆山灵济寺剃度，法名觉净，字净空。法师潜心圣典，博览经论，行解艰深，悲心殷切，于台湾以及世界各地弘法演教40余年，从未间断。净空法师一生致力于佛陀教育，并且指出佛教的教学主要是破除迷信，启发真智，更一再地重申佛教是教育而非宗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释迦牟尼佛是多元文化的义务社会教育工作者。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我们学佛是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儒跟佛在教育理念上非常接近，相同的地方太多了。儒多半是讲纲领，佛在讲细目啊，所以这两个东西合起来看，对我们的受用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啊，无比的殊胜。所以我们学佛是修觉悟，我们学佛的祈求是大圆满。这大圆满里面包括了三个，一个是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啊，圆满的能力，无所不能，圆满的相好，学佛的祈求啊，要求啊，不过是这三样东西啊。这三种圆满都可以证得啊，所以学佛确确实实啊，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人生真正的幸福美满啊，真善美慧的人生。净空法师以多年的修行体悟到，佛教是智慧的教育，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绝非迷信、消极或遁世，而是要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最后达至转恶为善、转凡成圣的人生终极目标。
并指出学佛在于改变本质，修行在于改变观念，修正错误的行为。我们学佛学什么呢？刚才讲佛是觉悟啊，觉的是什么呢？把这些问题啊通通搞清楚，通通搞明白了。换一句话说，佛菩萨是个明白人啊，凡夫啊是个糊涂人呢、对于这些道理现象都一无所知，所以学佛是学觉悟，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而已啊。法师深入经藏，辩才无碍，于《华严经》彻悟诸佛悲心，确认净土法门是现代社会契机契理的修行法门，故专修专弘，致力于净土法门的弘扬，劝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回归自信清净国土，证得究竟圆满的智慧。法师又提出此生事大，直接了当正式了脱生死，超越六道十法界，直至成就圆满的佛国。老法师以40年修学心得提出修学的基本理念以及核心，那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什么叫看破呢？看破是对一切人事物明了啊，清楚明白。放下呢，放下烦恼，放下习气，在佛法里面讲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要真干才行啊。首先从生活上着手，不再贪图名闻利养，不再贪图物质生活。我们学佛常常想到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出身的，他能够把富贵舍弃去出家，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日中一时，树下一休，他过这个生活，这叫真正把荣华富贵、世间种种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啊，真放下了，他得自在。得大自在，他得大圆满啊！得大解脱。修行在于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并强调念佛只要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必定往生有份。对于如何挽救社会风气，净化社会人心，转移灾难劫运，达至世界和平，法师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唯有恢复中国古人学说，提倡大乘佛法，并认为当今世界的乱象，只有在人心的改革方面下手，方能立竿见影，而儒释道的古老教学可起典范作用。一深信古文，也就是文言文，是中华文化的导引，是古人留给中华儿女无上的宝藏，因此大力提倡。我们从三字经上看，这本书在中国
流传至少有1500年。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儒教的是什么呢？就是教的本善啊，教我们恢复本善。你看看这个意思，跟佛讲的觉真经相不相同？这句话跟佛法里面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个道理啊。但是现在我们都在搞六道轮回，把本善忘掉了，把本善迷失了啊，不是真的失掉了，迷了。怎么迷的呢？底下几句讲得好啊，性相近，习相远。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本性是相同的，本善是相同的，丝毫差别都没有，叫相近的。习是习惯，习性，习性呢，使我们与本性呀，距离越来越远了。我们迷在妄想、分别、执着当中，迷在名闻利养，迷在五欲六尘之中，这样把一真法界转变成六道三途啊！诸位一定要知道，六道三途本来没有啊，是我们自己变现的，真正叫做自作自受啊。法师更提出四好以改善社会人心，那就是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并以十善业道经的经文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作为断恶修善的总依据。净空法师对教育有着巨大的贡献，1993年后在多所大学设立奖学金，也曾对中国的希望工程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前后捐建了近百所小学。另外，有感于培养人才续佛慧命的重要性，从1995年开始，法师在新加坡成立和主持弘法人才培训班，至今来自世界各个地区的法师们齐聚一堂，努力学习，承担弘法立生的职责。弘法人才培训班对于改善弘法僧才的素质和奇缺的困境有着显著的影响。法师并于年前在澳洲筹备净宗学院，将在近期开课。学院分净土、禅宗、法华、华严、三论、法相、戒律、密宗、阿含以及道场和学会行政管理，总共10个科系，以便日后发展为10个学院，以落实佛陀教育师范大学的理念。此间学院的学制分为普通班2年、正科班3年、研究班4年。如此一来，佛学人才师资都得以绵延不断，定可将佛法发扬光大。
现代的科技日新月异，弘扬佛法配合新科技，影响层面将更大。净空法师开风气之先，使用电台、电视台、卫星电视、网际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体推行佛陀教育，演说如来正法，并将弘法影像制成卡带、光碟、VCD， 以及将经典善书、佛像等大量印制，免费赠送，流通于全世界，不计其数，让法音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净空法师深深认为，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所以不论是国家、种族，或者是宗教，都可以通过对话交流来求同存异，寻求宗教族群和睦相处与平等对待，以达至世界和平，人民安居乐业。我们一定要肯定多元文化的社会，对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决定要尊重，决定不可以排斥，决定不能有异议啊，就像我们走进一个大的花园，这个花园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品种，这个花园才美呀。如果这个花园其他的花都把它铲除了，只留一种的，那这个花园有什么意思？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多元文化就像大花园一样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各有各的美处，你也欣赏不尽呐。啊，所以不可以说他这个不好那个好，这个不好啊，不好的应当淘汰，不可以啊，不好的帮助他改进，帮助他提升，使他更美化，这个就有意义了。法师和九大宗教领袖携手在新加坡推行宗教和谐互助，成果殊胜，九大宗教间的相处有如兄弟姐妹般的亲睦和谐。由于法师在种族团结、社会祥和、道德提升有着显著的贡献，在1995年获颁美国德州荣誉州民和达拉斯荣誉市民的称号。而法师的理念也受到国际扶轮社在911事件之后提倡和资助的一项由全球8所著名大学参与的研究计划，创建和平与冲突问题研究中心的肯定，并受聘为澳洲昆士兰大学负责中心的研究以及教学。佛法的兴衰，护法是因素之一，因此法师一再提醒大众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别人对自己有滴水的恩德，都应该铭记在心，更何况是父母、师长的大恩大德，我们更要念念不忘。这是培养自己忠厚的品德。别人对我不好，不必放在心上；别人对自己有好处，要念念不忘。能够学到这一点，人们的心地才会真正清净善良，德行才能够成就。回想法师在刚开始弘法时所面对的种种困难，但是却能坚定信心，勇往直前，这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使净土法门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影响之大，有目共睹。古人立志求学，发心求道，不怕艰苦，为的就是要求一位好的指导老师。如今明了，佛是一切众生的导师，更有一位循循善诱、劝大众学佛的净空法师。但愿众生能常闻佛法，常随道影，亦不辜负诸佛悲心、善知识的教导了。
尊敬的会长，诸位法师，诸位同修，今天我们非常欢喜，有缘呢来到贵会参访。我们在马来西亚访问了几处的净宗学会，这个佛堂啊，布置大致都相同，清净庄严。地方虽然是不大，能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样就好。古时候觉明妙行菩萨，我们在西方确旨这个小册子里面看到，他们的道场只有12个人，12个人个个成就，那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具足圆满的庄严，圆满的功德。从道场的兴旺，不在乎人多香火盛啊，不是说的。道场之兴旺，是看这个道场真正开悟的人有多少，正果的人有多少啊，以这个来说。像现在一般国际上的这个著名的学校啊，这个学校办得殊不殊胜呢，要看老师的阵容，看学生的成就啊，也不在乎这个规模多大，这个人众多少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心才能够定下来啊，办到，不给人家在形式上啊做竞赛啊，形式上比赛那是很苦的一桩事情啊，要在实质上去下功夫。这个净宗的修学，净宗的殊胜，我们同学们都知道啊，怎样让我们的功夫得力，这是先前一个重要的课题。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法时期发若魔强啊，学佛的人纵然善根福德因缘深厚，也不能够避免魔来扰乱。啊，魔怎么样扰乱？破坏我们的信心。从前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常常教导我，魔的技巧非常高明啊，他给我们说法，100句里面99句是正法，邪法只有1句，所以很难辨别他是佛还是魔。但是他那一句
邪法论就把整个佛法破坏了。老师常常用醍醐来做比喻，醍醐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最好的饮料。这一杯醍醐里面只有一滴是毒药，磨的技巧就仿佛是这样的情形。最好的供养里面里头有一滴是毒药，不容易辨别。修行人为什么这么样的艰苦，为什么要这样长的时间，就是敌不过魔来扰乱。我们要想不受魔障，除了自己有坚定的信念之外，一定要靠佛力加持。没有佛力，没有护法神的力量，在这个时代不容易跳出魔掌。学佛，佛灭度之后，佛不在世间，弟子们靠谁呢？佛讲了四义法了，四义法里头第一个，一法不一人。法是经典呢，这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要依靠经典，不能依靠人呢。人怎么说法，他没有成佛，菩萨的话都不能做依靠。你看这个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疏》上品上增章里面做说，我们只有信佛，本教菩萨所讲的如果跟佛所说的不一样，我们都不能相信。如果他是佛出现在世间了，佛佛道统，经佛跟古佛所说的决定相应，决定没有违背，真正讲到究竟处了。第二句教导我们：依义不依语。如果你懂得这句话，汇集的问题，你就不会怀疑了。意思是佛的意思，言语你多说少说深说浅说没有关系，意思对了就行了，不是说言语啊。所以同样一部经典传到中国，翻译的人不同，那本子就不一样。金刚经大家念得最熟，流通最广的大藏经里面有六种不同的译本，这六种不同译本是六个人翻的，是用一个原本，所以这六个本子都保存在大藏经里头。我们现在习惯上流通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的本子，罗什跟我们很有缘，翻的文字它是意义的，它不是直译的，所以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中国人特别喜欢他的译本，道理在此地。
无量寿经梅光禧居士在汇集本的序文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总共有12种不同的译本，但是这个不同译本里面呢出入很大啊，不像金刚经，金刚经6个本子你诸位打开看大同小异啊，确实没有很大的出入，但是无量寿经上出入很大啊，单单就最重要的48愿啊，48愿居然有3种不同啊，有48有24有36，这个出入太大了啊，所以古德从这个译本里面啊观察了，断定无量寿经这个传到中国来是不同的原本，梵文本不同的原本，那不同的原本就肯定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多次宣说，不像其他的经呢佛只说一次啊，肯定世尊当年在世讲无量寿经呢至少讲过3遍，在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时间讲过3遍，所以它才有不一样啊。多次宣说，换一句话说，这个法门就特别重要。如果不是特别重要，佛不可能呢讲很多遍嘛啊，因此在中国的译本现在保留的只有5种，12种本子7种已经失传啊，现在在这个大藏经里面有目录啊，但是书没有。5种本子里面刚才讲了有很大的出入，所以自古以来修净土采取无量寿经的人就不多啊，原因是版本太多啊，这个学习不方便，所以王龙书才有汇集的这个做法。他当时的汇集只看到4种原译本，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这个本子龙书居士没见到啊，而且这个本子里面跟其他4种本子确实有很大的出入，啊，龙书的汇集本《大阿弥陀经》收在龙藏里面，凡是被收入这个大藏经的都是在当代啊这些大德们啊法师大德们肯定啊得到他们的肯定才能入藏。中国最后编辑这部大藏经是在乾隆时代，乾隆以后就没有再做这个工作了那么第二次的汇集是咸丰年间，啊，慈禧那个时候还不是太后啊，还是贵妃，魏墨生居士做第二次的会议
啊，魏居士确实五种原译本他都看到了，他的汇集实在讲呢超过王龙书啊，但是依旧有瑕疵，这个瑕疵印光大师都批评了。第一个，取舍欠妥当啊。第二个呢，改动了这个原译本的经文啊。实在讲呢，在魏默生居士说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这个风气不能开，风气啊一开呀、啊，魏居士他这个儒跟佛的修养啊，可以说都到家了啊，他改没有问题啊，那像我们要去改就有问题了啊。这个例子一开，他可以改，我也可以改，你也可以改呀、啊。我们每个人都去改经，那个经以后传下去就面目全非了，例子不能改啊。所以古大德非常谨慎，如果觉得有疑问都住在旁边，原文决定不能改动啊。印光大师对他的批评是批评这两点，不是批评呢不可以汇集，我们要明了啊。因为有这个缺点，所以下莲居居士的第三次会议避免前人的缺失。这个会议本会议的好啊，下老居士跟诸位说肯定不是凡夫，他是佛菩萨再来，他的身份没有铺路啊，我们心里面很明白。啊，头一次我得到的这个感应是在美国迈阿密啊，那个时候悟成法师还没有出家，做居士请我到迈阿密去弘法啊。他是一个很喜欢神通感应的人啊，他学密学禅。迈阿密是美国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啊，是美国毒品中心的啊，那个里头的时候真叫三教九流啊，奇奇怪怪的人物啊啊都充满在那个小地区啊。我们有到达之前，我们借缘的这些经书东西通通都寄到里面，有在台湾呢那个时候刚刚翻译出来的黄念祖祖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这个注解前面呢有下老的照片啊，印上去迈阿密那边有一些有神通的人是美国人啊，不是中国人啊，他们看到了给这个曾居士说，他说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啊，曾居士就问他，他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这个人呢，他从照片上看，他的身体是透明的，啊，而且告诉他，这个人现在也不在，说的这些事迹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了。讲的都非常正确啊，身体透明说明是什么？
这个人没有贪嗔痴，身体才会透明啊，没有自私自利，没有贪嗔痴慢，身体是透明的啊。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你这个身体不透明啊，是染污的呀，他的身心是清净的。换一句话说，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那这不是普通人啊。啊，我第一次听到，第二次呢，我是到北京见到黄念祖老居士，黄老居士给我透了一点讯息，啊，告诉我下牢圆寂的时候，告诉身边的同学，说他的会籍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说那个时候是没有人相信，怎么可能呢？啊，而且说呢，这个本子会传遍全世界，这个本子会传到末法九千年，那肯定。当时也没有人想到，经过文化大革命，都想不到，这个本子确确实实是从海外传回到中国，啊，在海外发扬光大，流通到全世界人。我得到这个本子，是李老师传给我的。李老师在台中的学生很多，他没有把这个本子传给别人，传给别人肯定啊，还放在他书架，还收藏在他家里，没有人知道啊。啊，他把这个本子告诉给我，我知道我有使命啊，把它流通到全世界。所以任何一个人反对批评，我不会动摇啊！啊，我要对得起老师，我要对得起夏老居士，啊，要对得起本师释迦牟尼佛，要对得起阿弥陀佛。啊，至于讲到啊，不需要用经典了，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往生了，这个话是正确的，决定没错误。啊，对什么人呢？对老实人。那问题是你老不老实？你要不老实啊，你做不到啊。啊，什么叫老实人呢？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行，不必要念任何经典。啊，你心里头还有妄想分别执着，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那就是古人讲的了，口念弥陀心散了，寒破喉咙也枉然，你不能往生啊。所以要晓得这个话对什么人说。当年地贤老法师对他那个徒弟郭楼匠那个徒弟说的正确，你看他就一句阿弥陀佛，他不认识字，什么也不懂啊，三年他自在往生了，站着走的啊，走了以后还站了三天呢啊，等地仙老和尚替他办后事，
这行。啊，那我们今天念佛人个个都是锅炉匠的根基吗？不容易啊。从前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为上智与下愚不已啊，这两种人难得了，千万人当中难得找一两个。下愚我们学不到啊，李老告诉我讲过很多次，他很想学愚啊，学不成功啊。真正到的时候呢，一念不生。二六十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啊，顺境决定没有贪念，逆境决定没有嗔恚。你那一句阿弥陀佛就生效，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他能做到这个功夫，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千万不要发生误会啊！如果只需要一句佛号就能成就，你就想想释迦牟尼佛何必49年讲经说法呢？啊，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啊！所以你要想想释迦牟尼佛为什么49年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打过夫妻，从来没有领到大家在一起念过阿弥陀佛，没有，也从来没有打过一个禅期，天天在讲经说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上课啊，天天在教大家了啊。怎么个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佛不带着你修行。你要明白道理，你要懂得方法，你要认识境界，修行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在一起集体共修，祖师创办的，佛没有，佛经里头没有净土宗。在中国起源是东晋时代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建一个念佛堂啊，在净土宗起源东宁念佛堂，现在叫东宁寺。他依靠经典呢，啊，那个时候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都没有翻成中文，可能是到中国了还没有翻出来啊。最早翻译的就是无量寿经，圆共大师是依无量寿经的啊。净土宗开山呢是一部经，真的是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他那个道场123个人个个成就啊，净宗从这个地方传下来啊。那么现在净宗经典还是最少，五经一论啊。你要不明白道理，不懂方法，那是说叫盲修瞎练。
郭罗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所以能够成功，尊师重道，他对老师有信心啊，所以他不是迷信，他那个信是信老师。换一句话说，他具足孝顺，他具足尊师啊，那是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所以他能成功。我们今天修学对老师的信心打折扣啊！阿难问世佛皆胸襟，第一章开宗明义，佛就讲了，你学修学能不能成就，决定在老师，要求名师授戒啊，那个戒是教戒，教诲，你一定要亲近名师。这个名不是知名度高，是有修有证，你要找这样的老师，你的成就有多大，完全在你对老师的信心有几成，你有一分信心你得一分成就，你有十分信心你得十分成就。佛法如是，世法也如是，无论你学哪一行啊，功夫成就啊，事业成就，确确实实啊，是你对老师信心的多少，决定是成正比例的。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啊，你细心观察就明了了。我们如果对这个老师没有信心，你何必跟他学？选择老师不能不谨慎啊，不能不细心。选定之后一生就不违背，我们才会有成就。事出事法里罪过最重的最大的是不孝父母，背师叛道，这是根本的罪，忤逆罪呀！啊，这堕阿鼻地狱。那么在现前这个社会，佛法为什么衰到这样？啊，儒也没有了。现前社会，师道没有了。我们自己要清楚，啊，没有师道，没有校长啊，所以今天子女不知道孝顺父母，父母也没有办法管教子女，老师不能教导学生，学生也不听老师教，这是社会动乱、世界末日的根本。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佛所讲的、祖师所讲的那些话，对什么人讲的，对什么根性人讲的，我们要知道啊，齐不齐我们自己根基啊，我们能不能真正做到万缘放下，只要稍稍还有一点放不下，
就不能离开经教。啊，果然彻底放下。啊，可以一句佛号就成功了。没有彻底放下了，这个净宗经论的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啊，这是大家必须要晓得要清楚。啊，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好啊，那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所以你不妨呢先把五种原译本多读几遍，然后你再看汇集本，你才了解汇集本的好处。啊，用这一本把五种原译本全都读到，啊，一点都没有遗漏。我们这一生才有救啊！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逢。啊，一定要晓得，得来不容易，不简单。全心全力要用在经教上，啊，一门深入。到什么时候才能广修多闻呢？到开悟，啊，一门深入，在这一部经上一定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经上讲的一心不乱的，啊，一门才能得到，搞太多了得不到了。啊，一门要专精啊。我劝同学，为什么劝你不要看电视，不要看报纸，啊，把所有一切外缘通通都断掉，你才专，你才精，你才会得念佛三昧。啊，你心里头还想着这些世间事，还有这些牵挂，这些东西还放不下，还有是非人我，啊，还有名闻利养，还有五欲六尘，不要说念佛三昧你得不到，功夫成片你得了，你求生净土没有把握啊。如果你得念佛三昧了，你往生有把握，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多住几年没有不干事啊。啊，多住几年为什么呢？还有有缘的众生可度，我要帮助他。啊，什么时候该走了呢？缘没有了。什么叫缘没有呢？这些人不听我的话，不相信我的话，该走了。啊，不是说哦，这么还有这么多净宗学会，这么多人都念佛的，那法师这个缘还很深呢，你不能走啊？不是，他已经不听话了，已经是阳奉阴违了。啊，没有人听话，该走了。啊，我也应该走了。那，啊，为什么还不走呢？鬼神来找我，他来找我的法师啊。人不听啊，我们鬼神都在听啊。你老人家讲经说法，九法界神众都在听。哦，还有这么一回事情。啊，他说我们鬼神现在呀，啊，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比人还要认真。好吧，他要求我华严经还要细讲，真没想到啊。啊，就这些事情我们不能说，说了什么呢？哎，
净空法师去搞迷信去。啊，这不能说，但是是事实。啊，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道场，啊，晚上啊都播放地藏经的录像带。为什么呢？供养本身是他们提出要求的。啊，头一个来要求的是前年呢，居士林，新加坡居士林老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往生，啊，他的冤亲债主，啊，在居士林念佛堂，附在杜美玄居士的身上，讲了一个多小时啊。啊，我们知道老居士往生呢是鬼神说出来，他们看到老居士往生很欢喜，啊，不障碍他，冤亲债主不障碍他，啊，跟到法师，啊，那个时候我们派这个培训班的法师轮流去助念，他们这些鬼神跟到法师到居士林，居士林的护法神没有障碍他，让他进来，啊，他来不捣乱，来干什么呢？求皈依，求听经。啊，那个时候我正在香港讲经，啊，悟玄打个电话给我，说怎么办？我说赶快给他做皈依。啊，他要求听经，啊，当时我们告诉他，可以到五楼讲堂听经。五楼的光太强，啊，鬼神受不了，啊，所以以后改在二楼餐厅，一楼餐厅，啊，我说我们用电视播行可以，他们在这个电的感应很强，啊，要求啊，听地藏经啊，所以24小时播放的，不是电视忘了关呢，是给他们供养他们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居士林同学大家亲眼看见。啊，鬼神离开之后，这个杜居士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是第一次，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经常有鬼神来找我。啊，所以他们真正的发心求皈依啊，求天经啊，念佛往生，告诉我，他们往生的人很多，鬼呀，啊，往生的人很多。他说了一句啊，让我们很感叹的话说。今天修行人不如鬼呀，啊，他们那时候造作罪业对我堕恶道，造的罪业比现在人轻啊，现在人造的重啊，堕落下去之后受的苦的时候超过他们很多倍，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啊。从这个造作业因我们想到果报啊，所以这些讯息我们得到之后要格外加倍努力，不能够输给鬼呀，啊，输给鬼啊，那我们这个脸上就没有光了啊，一定要争一口气啊，把世间名闻利养通通放下，只要有时间去读经去念佛啊，光阴一分一秒都不可以空过。世间什么东西丢掉还可以得到，光阴过去永远不回头了，比什么都可贵啊，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抓住啊！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将来在极乐世界大会上我们能再见面，这个就对了。好，谢谢大家啊。谢谢。